就是你这么一个好兄弟啊。如果有这枚丹药，当时面对碧绿霜刀，我根本就不会受伤。你上当了。我就知道那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是你，大力士！哎，没想到大家都是老熟人了。我倒要看看这个油腔滑调的家伙打算干嘛。又来两个骑士，看来今年骑士殿又是一场恶战。我那天居然没有认出你！你这个烂嘴巴说什么呢？就凭你这连魔兽坐骑都没有的废物徒弟，为了这小魔兽，愿意花10000金币，什么来着？什么？你要返回原本的世界了？